的。万古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伫安息的圣日来到伫你的面前，对礼拜第一个时间开始到伫这里，每一项拢是对对我的心底献出的福利，最芳芳的祭事。现在我们进入伫领受上帝的话，但愿你的心进入伫我的内心，愿圣神家己本身对我讲话。我看每一个人嘛，真侪芳芳的祭事献伫你的面前。我安尼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门。兄弟平安。阿门。下早起，跟咱三甲比啊，尼希米啊，要来学习一个破壳来包装，好不好？在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来常常检验咱家己。因为在你的一生的中间，你的生命绝对有一挂破壳、破口。但是，迄个破壳，伊常常存在的时，会变作撒旦对你的攻击，会变作你家己生命脆弱的点。唔免别人不断攻击，你有可能你家己就因为你家己的破壳，家己就软落去。你若直直要勇作，别人甚至魔鬼撒旦嘛，三者攻击通过你的破壳，你家己就放弃。今日咱伫咧看尼希米书，因为咱看尼希米这个青年，按怎样伫咧面对伊的同胞，伊家己的故乡。犹太人这个民族，性命的破壳，在公在私，因为咱要安怎样对尼希米处理面对民族的破壳，然后到伫咱家己的破壳，咱要安怎样来面对这项事？破壳的问题若无处理，有当时啊，你会因为伊，互你家己一世人爬袂起来。啊，这个家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事。今仔日伫这个家咧讲，百姓受掠，城市受掠，因为伊的国家灭亡啦。犹太人伫北以色列，耶稣以前721年，北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即摆咧当着南犹大这个国家，南犹大因为伫大灭亡了，一个国家分裂出两个去了后，北边这个已经灭掉去了，剩最后剩南边只。南边这个国家嘛是伫耶稣以前586年，这个国家灭去。那今仔日尼希米的存在就是伫伊个国家灭去了后，互巴比伦帝国吞食。然后一挂优秀的人，互巴比伦帝国掠去，掠到伫巴比伦帝国做奴才。无怕是几十年后，巴比伦帝国叫另外一个新的国家，叫做波斯帝国兴起，全甲巴比伦都拍倒落去。啊，即犹太人原本互掠去伫巴比伦做奴才，即马波斯帝国佫起来了后，佫甲巴比伦拍倒，即犹太人。煞全转手做波斯的奴才，啊！一个犹太人连连伫几十年的中间，也做巴比伦的奴才，嘛搁转手做波斯帝国的奴才。无怕算，我伫这个连连做人的奴才，立为尼希米底下诞生。尼希米出世也唔捌到伫家己的所在，家己的故乡。亚伯撒冷，伊伫异国他乡出世，伫出世时已经落伫别人的手，伊都爱互人逼，爱学别人的话，对巴比伦的话、巴比伦的文化、巴比伦的宗教，到伫波斯帝国，但伊迄个时已经变作一个青年，独立的青年，伊嘛伫人的手下，
真有认真打拼，成做一个新内部，互人重视的一个奴才青年。然后波斯帝国的王带伊到伫王宫内面，伫咧负责一个王，若伫咧食饭、要啉酒的时，然后即个伊尼利就是伫咧大声伫咧处理，即个王咧食的物件有毒啊无毒。酒精就是专门拢伫咧准备酒互王啉的。但是要给王喝以前，他自己本身就拢爱试过，试看这个要给王吃的米，要给王喝的米有毒啊无毒，因为惊人头死。请问人安尼来讲，你比这个青年虽然是奴才啊，但是有得到王的心啊无？有得到王的信任啊无？有无？绝对是王在千万人的中间拣出来迄、那个。拿起来烟，然后搁予皇上信任的迄个人。那伊做一个奴才青年，会当得到这个皇宫内面的鲜花，搁得到王的赏识。啊，伫这个身份的内面，伊伫咧讲情书，伫咧天气情书，是咧讲，伊伫咧关心迄个灭亡的国家，我的祖先对遐来。唔知耶路撒冷遐个百姓好无？耶路撒冷上帝殿好啊无？那我伫即个时的时间点是讲波斯王20年，我伫波斯王起来了后，波斯王做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大先放只犹太人做只奴才一批转去耶路撒冷。放一批人回去，讲恁回去去做恁家己的牛舍，回去迄个王国，伫巴比伦帝国受伤到真厉害，波斯帝国的王真好心，放一寡犹太人回去。即马，住伫新的王宫内面，即个波斯王宫内面，即个尼尼，对，讲即马有一寡朋友对耶路撒冷来。然后伊甲招一摆伫王宫内面，伫问讲，请问乡亲啊，咱遐查情互掠倒转去的遐百姓、遐同胞，转去了后好势无？咱的故乡上帝的圣殿耶路撒冷，大家人好势无？平安无？各位注意一项事，注意一项事。你比这句的身份是什么？王手中的酒精，对不？在王宫内面，好不容易，伊的身份、伊的地位，在所有犹太人的中间是上关键的所在。伊会当什么代志拢免插，拢免管，然后伊会当好好过伊的生活。那是你是你，你的爸爸妈妈。你伫即个时，你的五万里的囝，按怎样用什么态度伫咧过日子？真侪台湾人拢交代伊囝讲，恁都好好过恁的日子就好。国家社会伊坐坐，恁拢唔免插人的生活，安怎恁拢唔免插，恁都好好啊过日子就好。别人因兜的代志，恁唔爱插。自古几十年来，咱拢伫即款的气氛内面咧住。因为唔通忘记咧一项事，基督徒受创造，基督徒受安置伫一个所在。你无论踮伫倒落，你有一个身份。耶稣讲，你是世间的光，第一个盐。耶稣讲，恁的光就爱放伫关大的所在，还是放伫慢慢的所在，莫有看到。因为光爱着爱徛伫悬的所在，才会当来照耀一家的人。那伫这个家，好不容易你已经爬到伫伊个民族真悬的地位的中间，真侪时阵，伊若加讲话，伊加插代志，可能会摇撼伊的性命，摇撼伊的存在，摇撼伊的地位。
即位爱面对一项事，我要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亚罗山岭、关心亚罗外的地名无？那袂记伊是落在安尼，好不容易爬上一只，伊的某、伊的囝、伊的安全拢伫伊的手。啊，即咱即马伫咧看泥地。所以伊有一个，伊有两条路会当行，伊会当洗手，甲遮无干涉，伊嘛会当趁即个时，伫个性命上悬影响力的时，会当来做一寡什么代志。所以伊选择的毋是，伊选择的毋是洗手无擦，伊选择的，伊是亲近，然后叫伊的朋友三角来。伊叫伊个朋友三角来，伊要问，伊要知，伊要清楚我的故乡，我的同胞，然后伫遐有上帝，也有三明圣殿，毋知大家人有平安无？无拍算伊得到的消息是好消息啦，歹消息？歹消息啦！哈那里伊个朋友安怎又甲伊回答？等伊直直问讲哈那里啊？你对故乡来，不我知故乡的境况如何？阿妈尼甲伊朋友对伊讲，遐受了倒转去的人，伫亚罗伫犹太省拄着大艰难，因受凌辱。亚罗山岭的城墙受拆毁，城门受放火烧。人民拄着大灾难，人民受着大侮辱。这个亚罗山岭的城墙受拆毁，城门被拔去，放火烧。因为你会当想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上帝亚罗山岭圣殿迄个城门受拆毁，啊，城墙受拆毁，城门被人放火烧。请问这个还够安全啊无？安全拢无去了。要注意一项，即个家你看到泥地，即、這个青年，伊无论伊虽然伊的身份真悬，伊即久的生活真安定，伊的工作真受阳光，但是伊咧关心的是我的百姓，你有平安无？耶路撒冷圣殿上帝殿啊，你当然无事。因为无论你到伫什么所在，我希望你会当，你不断来交代你的囝、囝子啊、孙啊，你无论将来到伫什么所在，你的身份地位外权唔通袂记得。你的身份，你就是台湾汉子啊囝，你是上帝，你就是基督徒，你唔通袂记这两个真要紧的身份。你是基督徒，你也是台湾汉子啊囝。大家人用你的原始的身份，你要见证上帝的名。你唔通想讲这是小代志。我第一摆出国对美国倒转来时，我的护照顶面遐干那写国籍 （nationality）， 我遐写台湾，干那写一个台湾两个字。我的护照哦。日本的官员到偏远的所在去，我排队排到了，就到我去到遐，伊拢无讲半句的，我偏去，我就去捡，我看到了，伊甲我问一个工一个，我去捡我的护照，然后到我到遐，你最后一个去排队，去排真久，排来到遐，我问讲到底是安怎？到底是安怎？你那里写什么？哦，台湾啊！赶过来！我拜托好吗？我出来到美国，人家问我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里来？我 Republic of China。大家人不知道 Republic of China 是哪位？啊，我死是倒位，无人知。然后我讲 ，I'm from Taiwan。哦，台湾，哦 ，OK 啊。
始无人知，讲台湾是这些。所以真自然，我即摆咱就是台湾，安尼袂得啦。诶，你即摆无论你行到倒位，你若出来到国际，你人是好是会跨国签啦，无人知你伫倒位。人个随时讲，哦，这你中国来，啊，北京即摆安怎？南京即摆，上海即摆安怎？无啦，我毋是对遐来啦，我是对你讲啊，到尾嘛是爱去讲你是对台湾来。你若讲，你是对中国的，你是中国人，哇！你都解释一大堆，连个人问的拢是一边的代志。独独，你转来到是，你是台湾，然后你的身份那个名卡，无论你行到倒位，人要讲哇，你请你安尼讲一件故乡的代志，你要讲啥？甲讲你嘛讲台湾，你都毋是讲。因为上帝把你刻在这个小小的岛屿的中间，这个岛屿为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这个国岛屿为共同的命运，为共同的故事，为但是这个岛屿嘛，为个创伤，为个破口，为个软弱，软弱嘛，为个水。但是这个家，你必面对的是一个状况。伊伫咧问，你会当想象即个敢若早前三五十年前，遐个伫国外的人，逐摆若去台湾有人去东乡台湾话，然后伫迄边遐个人不断就讲，来阮兜坐者，来阮兜坐者，要创啥？即摆台湾好无？即摆遐逐个人好势平安无？你会当想象的你即摆咧面对差不多早前迄个五六十年前伫海外的台湾人，不断讲感觉伫咧探听台湾即摆情况嘛？伊伫遐探听所得到的苦难啊，犹太圣拄着遮大艰难，必须受凌辱，当然是咧艰难，当然受凌辱，因为你的声像拆毁了，声门拢无法度通锁，无法度通串，无任何的保护，你的牛、你的羊、你的精神饲大只，别人就只来抢了去。对敌常常就是。永远要保持，互你挂念，因为这是一项秘密。伊面对伊爱关心，伊的关心，然后你知无？伊的关心就是甲伊的安全、甲伊的生活、甲伊的工作，客伫危险的所在，客伫迄个危险的中间。你无人，你若要装，你的母子可能会甲你挡；你若要安关心，你的父母可能甲你挡。因为咱伫咧看秘密，伫即世间，伫外族的中间，出外的人会当得到权威的一大堆，但是秘密的名会受留落来，永远受纪念，是因为伊面对一个状况，伊毋是刀兵，伊毋是双规，伊是迄、那个，伊是迄个跳落来啦，伊是迄个跳落来。因为遮个讲到声球受拆，声门受放火烧，迄是一个犹太人伫迄个情景的中间，民族族群的中间，一个真大生命的威胁，是因民族生命威胁的破口。因为对着真正永远就是要创造你，这个只破一空，遐破一空。圣经讲魔鬼亲像猴狮，不断要找机会吞食属于上帝的人。魔鬼亲像猴狮，你知影迄个鲨鱼，人面对着水的中间上惊就拄着。鲨鱼无一定百分之百会吃你啦，但是当你一个人活落去水的，你真正身躯咧流血，有破感咧流血的时，你绝对鲨鱼绝对吃你啦。你当你伫咧甲人伫咧拍摩身躯，还是讲你拄啊甲对着伫咧争斗的时，上惊的就是你家己的受伤的所在，叫对方看到啦。然后对着绝对对你受伤的所在，直接起来啊！
伊巴不得伊抓着你的，抓着你的手，抓着你的缺陷，抓着你的破缺，抓着你的受伤的所在，对敌就直直进来嘛。所以对敌，啥人是你的对敌？对敌就是伫你敌人好势时，对敌直直咧创造你的创伤。魔鬼不断伫咧打击基督徒。咱咧讲耶稣基督的保护，是伫你的创伤的中间，直直咧甲你压榨，咧甲你保护，咧甲你医治。但是魔鬼就是伫你拢好势时，直直要互你挂掉，直直互你流血。魔鬼的力，甲保护的力，差伫遮。所以，因为你要真谨慎伫你的性命的中间，真侪邪恶的力，真侪对敌的力，要直直甲你讲，要直直提醒你讲，你才无歹，你才无歹，你才无歹。是安怎？真侪人来到伫主的面前，来到伫教会，常常拢伫咧讲，长老，我们需要你的遮盖。牧师，我们需要你的遮盖；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你基督的火熊来遮盖。这里讲到啥物事？讲到讲到，咱的人生，咱拢有咱的破壳。你若是我的朋友，你若是我的兄弟，你若是听我的当时的兄弟姐妹，你若是我厝内一份子，你就是咧保障我的破壳。你若是属于魔鬼的后世，就是直直伫破壳的中间，直直吃，直直吃，直直吃。这个家，你面对一项，伊的同胞，伊的兄弟姊妹，的安全受忝推进，城墙受拆毁，城门受放火烧，地高人民苦难。有平安，平安失落去啦。你迄日，你看你迄日的态度，因为唔通乎你的性命留落伤侪破镜。你迄日当伊知影遮个代志了后，伊马上做一项事，伊就是跪落去，到底跪落去伫上帝面前，伊伫遐咧祈祷讲。哦，这个，对不起，这个字拢变成你若看有咱三甲来读伊的祈祷，咁讲，啊，第四章以后，预备来。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必将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所以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你立这个真要紧，你面对这个破镜，一开始，伊毋是干那坐咱遐啼哭，伊毋是干那坐伫遐埋怨。真侪人若讲到台湾人的歹，讲到台湾社会，常常拢讲啊，三好加一好啦，三好加一好是啥？四好啦，啊，台湾人四好啦，然后就开始都跳落来气笑台湾人。No， 只要是你，也不承认你是台湾人，你都要学习，都要学习你你的态度。真侪人在咧讲着耶稣教会，讲啊，耶稣教会四好啦，三好加一好啦，四好啦，所以安怎走啦？我离开遮啦，我不爱看啦，我不爱插啦。迄拢毋是你你的态度啦，你的态度，伊听着了后，真正是破壳。若是真正是破壳，你若知影你的囝真正有破壳。你若知影，你厝内的人真正有挂件。你若知，你若是一个有信用的，亲像你，你有信用的人，你就是跪落去替伊祈祷，这是第一个反应，是毋是安尼？
你若是真正听伊，你毋是点点点点，我直直拍来。若是真正是，毋通我直直拍来，跪落去替伊祈祷，跪落去替伊祈祷，伫咧调整你家己的态度，讲上帝啊，伫这个破起来中间，求你让我智慧，我着怎样做啊？我就知影做，才会当显明我是你的囝。就知影做，我会怎哩？才会当显明我是属于你的。就知影做，才会当因为我带来我身边看起来的人的祝福，因为我予人，因为我来得到福气。就知影做，我才会当是这个厝内光，这个教会光。我就知影做，因为唔通伫百万的中间，然后独占现场。你这真要紧的，拄到这样代志，困落去祈祷。因为真侪时阵，咱伫咧拄面对问题时，请你唔通随将你的情绪撇头前。拄到问题时，唔通甲你的埋怨撇头前。你欲拄到问题，第一样代志，伊的动作是啥物？跪落去祈祷上。为了去面对上帝，上帝啊，求你跟我同在，我就知影做啊。你一个真要紧的第二步，你来看第二章，伊将伊的艰难讲予伊的王知影。这个才讲到你阿达西斯王二十年的时，伊伫王的面前伫咧摆酒宴。伫咧摆酒的时候，王看到伊的面色，就甲叫来讲：“尼比啊，尼比啊，你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你伫我的面前这么久长，我都看你是一个真乐观的青年，啥事你今仔日面忧面愁，到底是安怎？”尼比就甲伊讲：“来，这个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咱斗阵读一下，咱袂白来。愿王万岁，我列祖父母。”在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愿走走？来，这个红字的，这个，然后王就去问伊讲：“你要求什么呢？我会当做什么呢？”伊安怎讲？来，这红字的所在一边，来，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父母所在的那里去。我好重新建造。这秘密我都是你王的面前是一个真乐观、真好势的人，无怕是今仔日知影故乡残破的家园，伊心内艰苦。王咧关心你，你到底有啥物代志？伊就坦然甲王讲：“我拄仔故乡有代志啦。”求你帮助我，我若得到你施恩，求你帮助我，再搁找起我回去，修建我的祖先的坟墓，修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伫这个遮，你会通看见啥物？尼比波东是伫王的面前，做一个真水、真水，予王会当信任的一个骹手。做到王信任，做到王疼痛疼有道吧。然后真正拄到代志的时，王关心是出自心底的关心，王的唔甘，然后问你到底安怎，我会当为你做啥？你就讲王啊，我的故乡安怎，我的百姓安怎，我祖先的坟墓予人拆毁了了，连迄个城门城墙拢无去。请你找见我，回去重新修建。因为你伫这个只看到的秘密，你伫只看到的秘密，伊伫咧伊伫个生涯中间努力伫咧甲上帝维持足水的关系，然后伊伫平时的生活甲工作的中间，尽力甲人维持一个真水真水的人际关系，通过伊的手所做，得到侪侪人。得到所有的人的信任和疼惜，得到上帝的心，得到人的心，这有要紧啊无？
有无？有。因为这个就是你做一个基督徒，你逐日努力爱去做的那条线，这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你爱跟上帝维持真密切的关系，然后你也通过你的手所做水的工，爱努力保持跟咱的和睦的关系。因为倒转去，请你甲你厝内人维持好个关系。特别伫你老爸老母养饲你个所在，爱甲老爸老母迄个原始个家庭维持好好个关系。你若嫁娶了，爱甲即边所有个人维持好个关系。你若伫工作个中间，你爱甲所有工作个人得到因个信任，因个人个关系真要紧。伫你发生代志个时，你的关系若好，你若让人跳有入心，你若真正让人信任，所有的力在那个时都会帮人。很多人自转在好势的时候，看不起别人，常常跟人冤家，到尾出事情的时候，我想真无彩，真无彩。因为世界是一个苦难，是一个是一个灾难，是伫咱的人生就是一个时机。耶稣讲，你若要做我学生，你着吸起你的时机，还是你着背起你的时机？背起你的时机，欢欢喜背起你的时机。迄个时机就是伫你的生存的环境的中间，拢有问题啦，拢有破解啦，然后你欢欢喜背伫你的心上。然后用耶稣基督的信仰，发出指示，对耶稣按怎样做，耶稣按怎样在面对所有的难题，迄个态度，学耶稣的态度来处理，来背，欢喜背，用信仰背，背到最后，你得到人的心，然后人将人，真侪人看到你的水的态度。看到你水的，然后欢喜受你影响，你身边就会第一群人带来到上帝面前，应当归于上帝。这个世界就是个工具，所以人伫人的伫咱的问题中间，你若无有上帝的信仰，你真紧就跌倒了。伫咱的问题中间，你若无学晓交托，你家己担袂起啦。所以伫咱的人生学晓。凡事祈祷，借着祈祷，将咱所需要的交给上帝，真要紧，化解。咱的变数吼，那叫破空气吼，你知？迄个着破空的变数，水若冲落去，着吐，规个臭空空。真侪时阵，咱的嘴吼，咱的嘴有哪只讲真侪。破起来讲的话，走光光，还拢会伤害人。咱真侪时阵，咱所做诶代志，破起来，走光光。你记得家你有看到，迄个左上方边啊，有一挂杂草，杂草迄个香，草啊香有无？草啊香，草啊香。耶稣讲，你正手若乎你犯罪，你着用功甲正手剁掉；你个目睭乎你正你目睭犯罪，你着正你目睭甲乌掉。迄个就是咧讲，迄个心灵个草香，迄个物件你彻底爱剃掉。然后你若无剃掉，到尾变做你性命破壳，哇，滴滴起来，滴滴起来。真侪时阵，咱拢咱对咱个心开始，咱个心开始破。因为咱伫即个时，咱咧努力食，咱咧迎合教会，迎合教会伫即个时代，咱需要一群人，一群有学习能力即个青年，有用伊个精神，用伊个信仰，会当拄着代志个时，毋是加强迄个代志个困扰，是真正会当亲像伊。有用祈祷的心，然后努力要安怎样得到人的支持，三甲来讲来啊，咱三甲来去做，让咱的应付教会更加会当荣耀上帝的人。
咱来看咱的周报，咱的周报伫遐讲，后礼拜咱要选举，后礼拜咱要选十二个执事起来。啊，遮个人讲，哪呀？阮欢喜，阮欢喜三甲来，正做英国教会无破家的人，正做英国教会同工，三甲要来行这条，互英国教会对有难的所在都无完全，但是阮欢喜三甲来，毋是干那这十二个尔。后壁也有真侪人伫咧欠跑，咱有一群人一辈过一辈来讲，我要三甲来，来正侪无破起来的人，来正侪定心去做的人，互英国教会当正做一间搁较严格上帝伫人的教会，邀请你三甲来，嘛毋忘替咱的教会祈祷，替遮个十位的同工祈祷，用祈祷的心，让咱的。买五联合教会新的一个阶段，会记得你的人生嘛有破解，努力让你人生的破解，唔通你去破解，还有人三甲来斗破，你有朋友，你有同工，三甲来保你性命的破解，邀请人三甲来保，我想咱拢互相做朋友，唔是互相来拆毁。是三甲伫咧祈祷的迄、那个，咱同心来祈祷。主，我将我的祈祷摆伫你的面前，愿你是我的快乐。主耶稣，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做你真实的学生，我要将我的性命刻伫你的内面，唔忘我的性命面对你的时，会当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迄、那个破掉拢无去。因为我已经受信心换新境界，我的祈祷感谢各自圣名。阿门。